于队长，我放了你，你也把我放了吧？放你！你这个汉奸叛徒，我现在就宰了你！于队长，别急嘛，走，咱俩到那边商量商量去。 明白，明白了，收到了吗？收到，请回话。是，明白。是，好，知道了。长官，新的电报。是，明白。收到了吗？好，收到，请回答。好，令队长干得太漂亮了。回电，同意按照他的方案进行。 于队长，啊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没事，已经好多了。啊，我的上司要我们尽快与你取得联系。你的这一招可真够冒险的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哎，这个关相会原来是你们八路军一条线上的吧？对，此人以前我也没有见过。刚才我问他顶头上线是谁，他说也不知道。他说的是实话。 那这个关相会怎么办呢？此人还有利用价值。要不咱们这样。怎么样？好。好。丁队长。 这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把我抓起来，又和你们联系谈判，再把我们放出来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啊！于队长，这是一个高招，瞒天过海，连你都被蒙骗了。不这样做，能骗过藤森司令、关向会他们吗？哦，对对对。哎，他不是见过你吗？他是见过我，但他什么也没说呀。 没说什么，等于什么都说了。他呀，已经通过其他渠道把南平城的兵力布防图给我送过来了。兵力布防图，在你的手里？对，刚刚到手的。哦，不愧是高级特工啊，竟然能打到日本人的高层。难道他就是黑牡丹？很可能啊。那我走了，你们怎么办？你们就这么几个人？于队长。 你也让他们给蒙了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来了一个加强连，有百十号人呢。于队长，你把这个图尽快送出去。好，那你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啊，有电台，可以随时跟上峰保持联系，而且黑牡丹已经知道我们在这儿了。哦，好。 哎呦，长官，我要解手。拉吧。我这样怎么拉呀？我要去那边。想逃跑，是不是？哎，不敢。长官，再说我跑得了吗？这倒也是，你这个人。 真麻烦。好了。舍山东，过来一下。
是，故意放他们走。明白了吧？嗯，好，放心吧，队长。队长，索菲，你要小心点。嗯，队长，你放心。 这个人解个手，怎么这么长时间啊？你是尿黄河啊，还是什么呀？这么长时间，我拉肚子，报上。哎呦！ 阿丽，杰米，过来一下。你们俩给我老实点。是，长官。走。司令，跑吧。 能，我刚才看过了，这下面是沟，滚下去，沟里的小路上就有日本人了。哦，走，嗯，来，好，快跟我起来，嗯。 会搞成这个样子，让一支小小的特遣队把一个南平城搅得是鸡犬不宁，他们如入无人之境。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司令，这不值得大惊小怪。这是我的老对手，我太了解他们了。这支特遣队太能干，太狡猾了。不。
你这是在掩盖自己的无能，冈村将军。我问你，为什么要和他们谈判？为什么不趁机把他们抓起来？为什么要把关相会丢了？哼，雅琪小姐。 你这是在审问我吗？他是联络员，雅琪大佐，他有质问的权利。回答问题。特遣队这次到南平城，负有特殊的使命。什么特殊使命？联系八路军的武工队。这算什么特殊使命？ 武工队是我一个人的指使，这个人就是八路军的特工关相会。这个关相会是我一直在跟踪。他不是公开叛变，到你的手下当了自治军。 地毯式搜索，至于吗？对付这几个抗日分子，值得这么兴师动众吗？冈村将军，你不是还有一支刚组建的挺进队吗？搜索围剿特遣队，还是由你来完成。我还有更重要的任务。我要提醒一下冈村将军。 藤森司令可是南平的最高长官，执行命令吧。雅琪大佐。 你是怎么看这个冈村的？说实话，哼，我还有点看不准。我们啊，已经摸清楚了，大致就是这个情况。好，于队长，你们进城后一定要先找到索菲。好，那我们去了。 小心！哼，这个冈村呐，报告，管相会司令跑回来了，他在哪儿？在外面等候召见，让他进来。嘿。 太君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趁他们不注意逃出来了。
他们在哪儿？在西山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有重要的情况报告。说。在太君的内部有一个高级特工，代号叫黑牡丹。这个黑牡丹已经把南平城的防务图交给了特遣队，特遣队又交给了武工队。什么？高级特工？黑牡丹？防务图？这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我是听他们亲口说的，听他们的口气，好像这个黑牡丹就是谁？快说！就是冈村将军，好像是他。哦，特遣队武工队到底有多少人？一个加强连有100多号人，武器精良，配有电台，善打山地游击战。这是一个诱饵，皇军千万不要上当啊。よし。这两个情况你没告诉别人啊？没有，我谁都没有告诉，就直接跑到这儿来了。不要告诉任何人，要严守秘密。嘿，你去吧。嘿，雅琪大佐，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？怪不得有这么多的怪事，有这么多的谜团。好一个冈村！我现在就把他抓起来。不可，不可。为什么？哼，一，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。二，他的身份和背景特殊。三嘛，你和他的矛盾上面都知道，这不变成你泄私愤了吗？那怎么办？报告总参谋部，请他们派人来调查。要是就这么办。
我们是不是把鬼子的大部队调集过来了？好像不是，好像是零零星星分散着的部队。。那边解除命令，包围！滚！快！上！快点！等一下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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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都调回来，实施包围。 司令命令马上撤回。你说什么？城司司令命令马上撤回城内。撤！快撤！队长。 鬼子撤了，队长，两名包抄的鬼子已经撤了。奇怪，他们为什么都撤？这还没打死几个鬼子，他们就收兵卷旗了。队长，于队长他们应该也到城内了吧？应该到。队长，咱们就是为了掩护于队长进城，为了掩护索菲打进敌人内部，是吧？咱们令队长的计谋还不止这些呢。 只是可惜，放炮的官校会这个悍劲，哎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叫做放长线钓大鱼。阿离，给梅处长发电报，汇报我们行踪计划，并请求下一步的行动指示。是。就说。 藤三将军，我正在围剿特遣队，为什么把我调回来？你见到特遣队了吗？见到了，他们在西山，不过离得远，是从望远镜里看到的。他们到底有多少人？这个看不太清楚。你是在糊弄我？你这话。 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心里明白。告诉你，他们已经潜入到城里了。什么西山？你去吧。嗯。 沈内，你跟着他盯着他，有什么情况，随时向我报告。嗨，太君，什么事？
里面什么地干活？报告太君，正在训练。里面有几位皇军的教官？报告太君，里面有两位皇军教官。走进去。你们都看好了，好，来，你过来看看。是。八哥，跟住，再学不会，刺啦刺啦的。住手！长官。里面的说话。快走。嘿。你们继续训练。用力。用力。我们走，办完了，任务都完成了，走，好好练。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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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的防卫可靠吗？可靠。用中国人的话说，叫做固若金汤。司令，防务图被窃，恐怕我们要重新考虑调整了。我正在考虑。哎，新的防务图你不是看了吗？怎么样？不错。这次可要注意保密了。那当然。截至目前，就咱们两个人知道。没有告诉冈村将军。没有。正好你要通知冈村，日本天皇的特使马上就要到南平了。好。要不要告诉他真实的情况？当然不能。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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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杀！杀！不好了！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那两个皇军教官被杀了！啊？被杀了？不会吧？你快去报告关厅长！好，快快快快！哎，走走走，走走走，带我们去看看！走快快，去看看！走，快！只杀了两个鬼子，实在太便宜那些伪救狗腿。留着他们有用着呢，是不是林队长？对，就是让他们通风报信的。鬼子马上就会回来，我们在这儿打伏击是吧？是，就杀了两个鬼子，你不是不过瘾吗？是。准备战斗。是是。喂。
冈村将军，藤森司令要我转告你，天皇特使马上要来南平城了。哦，天皇特使，谢谢你告诉我。以你的渠道，你应该知道这事。哼，当然。但是他们并没有告诉我天皇特使此行的目的。他为什么要来？特使是来调查一些事。什么事？我们内部可能有内奸。内奸？难道是在说我吗？这个嘛，你和藤森司令之间可能有点误会。哦，真的是在调查。这个藤森，他一向和我过不去，这不是在泄私愤吗？啊？冈村将军，不要生气，大敌当前，以团结为重。如果调查清楚，将军你没有问题，那么既洗刷了自己，也消除了误会。